我觉得这幅画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像刚才梅芬老师讲的，为什么头大身体小？通常我们从上面往下看，那狗会抬头看我们、所以那个照片是这样子拍的啊。因为平常可能我们画狗啊，可能侧面最好画嘛，因为平平就可能身体啊、脚啊，我就觉得选这个角度其实很特别，因为它不好画呢，跟平常比例很不一样。像我来讲，其实英杰老师说啊，这个幅好画好，我就画这一幅，我没有意见的。因为像每次英杰老师跟人家建议的时候，那些学生就会很多意见，我没有意见了。他叫我画这个，我就画这个。所以人家每次画，你为什么画到这幅？我说英杰老师选的啊，因为我没有意见，我比较没有意见啊。